柴林搭乘华航第0054班机，由美国洛杉矶前来，大约在晚上9:10抵达中正机场。对于能够首度踏上中国人的另一片土地，他的感觉是，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这是两年，我出海外两年以来呢，我第一次回到离祖国大陆这么近的地方。柴林这一次是由中华战略学会邀请，将来华访问两个礼拜，行程当中将拜会陆委会、海基会等各政府单位，并且参加各界举办的大陆问题座谈会。柴林表示，这次台湾行是希望来见习台湾政治和平发展的经验。在外边看，觉得台湾呢能够非常成功的和平的转向一个比较开放的民主的社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通过流血革命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，对将来中国大陆的改变会非常有可借鉴之处。柴林明天将参加华视新闻杂志的录影，畅谈海外民运的发展，以及他自己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一路而来的亲身经历。